9月13号晚，纳瓦君拉纳拉在泰国曼谷举办影迷粉丝见面会，有中国内地、台湾、越南等国家和地区粉丝们前来参加，其中有100多个中国粉丝专门来参加此次见面会。邦纳瓦凭借一部泰国电视剧《天使之争》中扮演宁浩而被中国观众熟知，并受到了中国粉丝的热烈追捧，他在华人地区也越来越受到关注。在见面会上，众多粉丝集集一堂，这位男演员在访谈中多次强调，感激一直伴随自己左右的粉丝们，他一定会在表演方面花更多心思，力求把最好的一面展现给大家。我来呀，金，我爱你呀，哥，我不来呀，哥没得练了，还哥们得，大家好，我是邦，不过地，我没背个，啊来呢。ชินจีเช่นคังเหรอสุขภาพแข็งแรงครับครับก็คุณมากที่มากันนะครับก็อย่างที่บอกก็ก็ถือว่ามากินข้าวมาเจอกันเป็นแบบส่วนก็เรียกอะไรเป็นส่วนตัวนิดนึงอะไรอย่างงี้前三天也刚好是邦纳瓦的生日，粉丝们还为他准备生日惊喜策划，粉丝们表示会一如既往的支持他。我都不知道我该说什么，我祝福他，非常的祝福他，希望他的演艺事业越来越好，越来越火。亲爱的皮棒，我非常爱你，不管你做什么，我都非常支持你。I love you very much, Tina Kuan. I love you forever. 本台记者曼谷报道。